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深重第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一达，其名曰尊者乔成儒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，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